打造最强音乐平台 WSM 环星娱乐。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的戏曲随缘呢，我终于是请到了呢是啊，梁振文来跟我聊天了。振文你好。你好徐姐，你好观众朋友你们好。我说终于呢并不是因为振文对我有什么推迟啊，而是因为大家呢个时间未夹到。那一路呢我都一路都邀请，那他能够给时间都尽量给到今日终于。我哋大家有緣傾到偈啦，多謝你啊，振文。多謝徐姐。咁啊，講真啦，我同阿振文咧年齡相差半世紀，完全唔熟，完全嚇。咁所以咧，其實今日嘅心情咧，我都係同觀眾一樣咧，好想通過我哋戲曲隨緣嘅節目咧，係同阿振文咧係傾下、探討下佢嗰個成長啊、內心世界啊咁樣啦。振文啊，我知道你咧就係嚟自廣州嘅，係咪啊？好親切。咁咧廣州對我嚟講咧，其實都係一個自己人嘅地方嚟嘅嚇。雖然我喺香港長大，但係我一向叫中國係叫內地嘅，其實只不過係大家唔同嘅地方啫咁樣。咁啊，振文，你我睇資料咧，你係跟外公外婆長大嘅喎。是啊，是不是因为什么原因结果你要跟长辈生活呢？因为呢我出世没几年呢，我就家庭的分，我爸爸妈妈呢就离开了。婚姻上出现了分歧。是就由小到大都是我公公婆婆凑大我的。现在呢我爸爸就不知道在哪裡了，我媽咪就在美國做事咯。但是一直都有保持聯繫的，都很疼我，很關心我。是，不要緊要的，因為小朋友呢去到哪裡都是飲飲食食就可以了。還有我相信呢長輩帶大呢他那種温暖啊、慈愛啊，是吧？是啊，影響啊，長輩始終都是有他那個成長時候的規則，所以看看振文呢你會發現呢他有一件事我很喜歡他，就是禮貌。可能他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即是他見人都會叫啊，即是打招呼啊，這樣很好的。那振文啊，那我知道你的外公啦是都挺喜歡粵曲啊，唱粵曲啊，這樣是吧？其實是受他影響我才會即入了這一行。他喜歡唱粵曲的程度是去到什麼地步呢？很怪喎，他不喜歡唱喎，他喜歡聽喎。他喜歡聽我唱。他喜歡聽你唱。因為我小時候就喜歡唱歌，吱吱喳喳咁樣，即係他覺得我有音樂細胞咁啊。有個粵曲培訓班，即係唔使錢嘅，免費嘅課外活動啦。咁你去試一下啦，去拓展下自己啦。咁佢覺得又幾好喎，學得幾好。咁啊，嗰度嗰啲師傅咧，即係拉壺嘅嗰啲業餘嘅，都覺得你條件幾好啊，不如你就上下堂，代表我哋去比下賽啦咁。咁啊，第一次比賽咧就都攞到少少名次啦，係咁啊三等獎咁樣，即係第三季軍咁樣啦。咁啊，我公公就好開心啦，哎呀，繼續學，繼續學，繼續學啦。咁啊，當時嗰個評委咧，我師傅吳偉明老師就係其中一位嚟嘅。咁佢就看中我，這個年輕人有少少條件喎，至到下一屆的比賽我一樣繼續去啦。咁啱機緣巧合地咧，嗰次比賽咧就邀請到我師傅去做這個指導，短短三日的時間咧要用專業的要求去做一套《帝女花香腰》，代表我哋順德北教去比賽。咁喺嗰個期間咧，我公公咧就覺得師傅真係好負責任喎，同埋好嚴謹喎，人又好喎，咁你俾啲心機跟師傅學嘢啦。咁足之咧就去比賽又攞到一個金獎嘅名次啦，咁就更加地開心啦。係咪啦？你不如鼓起勇氣去拜佢為師啦，繼續跟佢學嘢啦。咁我咁啱我師傅當其時咧又有咁嘅意願喎。這個料子來的，不要浪費了它，從事專業吧。
咁就入去粵劇學校啦。哦，係咁樣咯。其實天生咧都係一個料嚟㗎啦嚇。咁但係咧，從小嘅培養，起碼培養咗你一個好大嘅興趣先咧。係。對於唱啊，或者係對於參賽啊各方面咧，你都起碼係。除了攞獎就不抗拒啦，三日學香腰喎，你個感受是點啊？水袖都不知點樣擺點樣放，咁三日嗰陣時就專業的要求真係你點樣企啊，點樣望啊，點樣同對手交流啊，水袖點樣處理啊，嚇！第一日係學呢啲，第二日咧就點樣唱得好啲，第三日咧就合成啦，真係要。感情上面的嘢，咁有冇睇住啲咩帶去學噶？冇噶，冇噶，冇噶。真係阿吳老師手把手咁樣去。吳偉明老師係咪？我有冇記錯？冇記錯。吳偉明老師教你嘅係。咁嗱，阿吳偉明老師咧，本身咧亦都應該係一個劇校出身嘅，係嘛？係啊。即係個科班出身㗎啦。係啊。咁啊，我又睇資料喎，你知啦，問阿振文唔可以唔睇資料啊。咁有一個資料係寫得好好嘅，就話係有一套戲咧，《趙子龍吹龜》，咁咧係一個梁蔭堂前輩嘅一個首本戲。咁咧就阿吳偉明老師咧，亦都係正正式式知道佢嗰個每一招每一式係點樣做嘅。佢都係人哋親自學過嘅人教佢嘅。咁教佢嘅人，你知道係邊一位老師啊？是啊，陳小峰先生家族 的老師嚟嘅，係啊，陳小華老師同埋陳小茶老師，係啦，就教啊吳偉明老師，係啊，然後吳偉明老師又教你，係啊，就趙子龍吹龜，係，咁呢個戲咧又令到佢攞獎喎，係啊，因為當時咧我喺劇校讀到四年班嘅時候咧，就有一個代表我哋粵劇學校上去沈陽。的一個比賽啦，咁當其時咧，學校就選咗我出嚟去代表學校比賽，咁就用兩個劇目去比賽。第一個劇目咧就係入呢個初賽嘅，咁呢個劇目就係武松打店，咁呢個我師傅都有教我嘅，同埋另外一位老師朱清強老師，咁同佢一起去教我呢一個初賽嘅劇目。咁當其時咧就講起呢一段呢件事咧，都其實都幾難忘嘅，因為咧，嗰陣時我四年班啫嘛，咁啊要代表學院去比賽啦。咁但係咧，趙子龍吹龜嘅呢一個金鹿子呢一節，其實係用到好多手足去做完成噶。咁所以咧，我哋班又冇咁多人，就邀請到我哋當其時嘅啲師兄咧。就冇得放假，你哋全部留曬喺學院陪我去一起完成呢一個比賽嘅節目。咁咧我就首先咧武松打點兩個人嘅就去咗沈陽進行呢個初賽啦。咁就好驚嘅，等入選先至可以進入決賽，先至可以做呢、這個趙子龍吹龜。咁其實排咗兩個月噶啦，已經。咁就好擔心啦！等名次嗰日喺沈陽嘅酒店，究竟入唔入咧？入唔入咧？當其時我嘅 partner 係阿鄧偉書，係啦。咁咧就同佢喺度等消息啦。有個老師足之話：，哎呀，你哋入選咗啦！跟住即刻就打電話俾粵劇校，你哋可以聽日即刻搭火車過嚟啦。咁樣，所以係好開心嘅。大家都話：，如果唔係咧，就白白地浪費咗人哋一個暑假。哇！呢、這個承擔嗰個壓力都幾大嘅喎，即係唔係你兩位做嘅戲可唔可以係自己攞獎喎？係啊，呢個係學校啊，或者係省嘅榮譽嚟嘅。係啊，係啊，冇錯。哇！咁細個已經要承擔一次咁大嘅磨練。大考驗啦嚇，但係對你嚟講，你用咩心態去克服嗰種緊張咧？咁因為咧有充足嘅排練同埋練習，我當其時就真係冇話緊張呢樣嘢，同埋師傅係俾咗好多鼓勵我啦，同埋啲師兄即係好好嘅，佢即係我哋嗰陣時咧係大家都好融洽嘅，即係雖然佢哋係師兄我係師弟，但係咧即係佢哋都好關心我啊，好提點我，所以我好幸運，你真係好幸運，同埋我覺得係大家一條心，
是為了想是拿一個榮譽，是啊是啊是啊，所以無論你是師弟又好師兄又好，沒辦法了，最緊要就是拿到回來，是啊是啊，那你感受到的除了是一個獎項的開心，還是不是那個排練的過程，團隊精神，是啊是啊，那個令你難忘，這個都是這樣。咁啊，吳老師咧，除咗係睇中阿振文，咁又教佢好多嘅演藝嘅各方面嘅知識啦，係咪？係啊，係啊，基本功啦。其實我覺得咧，我睇文章嘅時候，我一下好觸動，亦都好感動嘅，就係呢個老師啊，吳偉明老師咧，佢嘅眼界眼光好遠大。嗱，佢唔係淨係局限於呢個徒弟係我教出嚟嘅，咁啊要我喺我身邊，然後就佢係我徒弟，阿成明或者唔係佢唔單止唔會，佢仲鼓勵阿振文咧係展翅高飛，落嚟香港學嘢。係係嗰個鼓勵係話其實係唔同嘅地域、唔同嘅粵劇嘅演出法，都想個徒弟呢、這個入室弟子係學。同埋見到喎，哇！呢、這個胸襟唔簡單啊，嗬。嗯，即係我自己感覺嚇，係咯。一嚟好似師傅就係好嚴格嘅師傅老師咁樣。嗯。二嚟佢就係好似我爸爸咁樣，好關心。無論係我生活啊、做人啊，佢都一直好提點我。係啊，我相信佢。即係佢身邊嘅好多朋友啊、長輩都覺得佢係一個好好正義嘅人嚟嘅。嗯，由阿振文咧，我認識佢喺香港嘅第一篇報道，期間一路聽梁振文，梁振文，我其實最開心嘅就係佢永遠都會提我師傅係吳偉明老師，咁其實佢哋兩師徒之間係互相痛錫、互相尊重嚇，咁阿振文亦都好感恩師傅帶俾佢嘅一切，因為我喺劇校咧唱功、把子功、身段功。都是他一直教我的自己爭取他其實他可以不用這麼多課的、嗯、但因為我入了劇校所以他就跟上頭申請、我要教、身段我要教把子他一直都是以教唱為主和排戲為主、當然還有劇目他都教了我很多套戲我就覺得他很疼我而且、除了這些課餘之外他都會抽一些空餘的時間、啊、今晚你上完堂，你晚自修的時候你留低啊，我幫你看下你而家學成點樣啊，咁樣嘅。咁基本功同埋毯子功咧就冇跟到，因為冇可能跟咁多課啦，就交俾其他老師咯。嗯，但係你心裏邊深深知道有好多課佢係唔使咁辛苦嘅。係啊，嚇就係為咗睇下你或者親自教你。係啊，所以真係冇佢嘅話，我就真的現在不知道怎樣、他知道的他知道的你用你演藝的成績去報答他、我覺得已經是老師一定很開心的了因靈妙運起難收一曲琴音情萬縷逐光浮若听王黎明吹漏忽与神女言高幽又似龙吟惊宇宙宿言高亢宿轻柔曲家乐冲情惊动河岸云，声啊啊啊抖，本欲空尘隔绝。却被此玉啊啊落啊勾啊啊啊啊啊流你可知曲中喜乐哀愁知
使人都略知一二。方才大人所弹嘅，乃孔仲尼叹颜回也，抱入琴声，岂似云？可惜颜回命数亡，教人思想笨如霜，只因流汗单瓢落。另外一个开心咧，就系头先我提到老师鼓励阿振文嚟香港，要学更多嘅嘢啦，睇更多嘅世界啦，咁样。咁阿振文你就嚟香港咯，吓。头先佢话佢自己幸运系真嘅，因为咧，好似话你又全资攞到申请系嘛？演艺学院嘅全额奖学金，咁入边包含咗个住宿啦，同埋有生活費啦，學費唔使交啦，所以我屋企人好開心，因為本身我屋企嘅經濟環境都唔係好嘅，因為我同公公婆婆長大嘅啫嘛，咁就好開心啦，我攞到呢個全額獎學金啦，就放低一個心頭大石，唉，點㗎？佢以後嘅前景點樣啊？佢讀書佢嗰邊關唔關啊？咁其實真係唔使驚，有演藝學院嘅支持底下，我好即係可以好安心地去完成我的學業。你帶住好定的信心，係啦係啦，充滿期盼啦。香港究竟是點嘅咧？咁你落嚟香港居住之前，有冇嚟過香港㗎？有嚟過演出過嘅。有演出過，就是趙子龍吹鬼。演出不同的係嘛？演出跟住大隊又上去啦，係嘛？咁初踏香港，再踏入演藝學院的宿舍，你的感覺是點咧？我的感覺是覺得好。其實很陌生的，是咩？係啊，一見到間學校，哇，紫色的，紫色的，同埋啲字本身都不同啦，本身啲我哋睇慣慣簡體嘅啫嘛，嚟到已經係要適應繁體字啦，嚇，咁同埋講嘢嘅方式好多都侵住英文啦，係咁樣嘅。你唔使㗎，你堅持講翻廣東話得㗎啦。你睇下徐姐從來我唔識英文啦，咁第二，咁我師傅咧。又真的講得佢係好錫我的原因之一，就是佢都有 提我，你不可以只是學戲啦，你要課餘時間多啲充實自己，去學多啲其他嘢，例如就是英文一樣很重要的嘢。因為咧，我嚟香港是佢的指引，我之後畢咗業以後的發展一直都是佢俾我的指引，就是你不要諗住你一直以後都係做戲，當然你做戲係要繼續努力去做啦。但係咧，都係想我多方面去發展嘅。咁例如就係繼續讀書啦，考研究生碩士啦。咁我都有努力嘅。我畢業嘅最後嗰一年咧，我自己有去報英文啦，去考呢個 IELTS 啦，咁去考呢個中大研究生。咁最後咧冇錄取到啦，不幸地。咁所以就做嘢咯。啱好疫情，所以我好幸運啊！就係因為疫情嘅時候咧，真係帶俾我好多嘢。係，人哋咧疫情咧就憂愁到不得了。你嘅喺疫情裏邊，係咪可以令到你有時間專心去學你自己想學嘅嘢咧？有啊，有啊。因為咧，其實我劇校畢業到去演藝咧。都自己的聲音咧，都唔係，即係嗰個發聲都唔係好嘅，係需要去摸索。因為變聲期嘅原因咧，咁我好迷茫，一直都揾唔到位置。但係師傅其實都好努力幫我點樣去保護，但係就冇，即係都好抽象噶嘛聲音呢樣嘢。但係你唱唔到高音咧，你做文武生你就唔得噶啦。咁嗰陣時我係好迷茫嘅，到演藝嘅最後一年我都好驚嘅。咁但係因為疫情咧。唔俾翻學，我就喺屋企一段時間，我就研究點樣去發聲啦，揾一啲流行歌啊、美聲嘅嗰啲教學嘅視頻去睇，去自己研究咧。咁最後咧，即係都有少少改善啦。即係OK 咯，開竅啊！突然間，咁就咁啱又有演出啦，就俾我去實踐啦。我師傅亦都係啦，我呢個趁住呢個機會咧，要多謝我師傅一位學生師妹啦，周小姐，佢一直都好俾機會我演出。咁就係一不斷咁樣俾一啲演出嘅機會我去磨練、去實踐我嘅發聲。咁足之喺疫情嘅呢段期間咧，係即係自己都有進步嘅。
即係喺唱嗰方面，唱嗰方面，自己個信心大咗，同埋揾到咗邊個位發聲，自己個把握度比較大啲。係啊係啊，不過當然而家都仲係摸索緊，我唔緊要，更好研究更好嘅。同自己比，同自己比嚇，比過往係已經係進步咗好多，已經係幸福㗎啦。是的，那跟住呢演藝了、在演藝的讀書的過程裡面呢，有沒有一些、特別難忘的事是令到你覺得啊，下來讀書在演藝真的很幸福啊，這樣有很多好的老師在這裡、其實會的，因為呢、在演藝讀書呢，你一個學期你排的戲是一兩套這樣、但是如果你出到去戲班做戲呢，就真的很多時候因為、很多原因咧，冇得排嘅，要台上見，咁你嗰個基礎要打得好穩啦。即係講緊嘅基礎唔係話真係一手一腳腰身把彈嘅基礎咧，呢啲係基本盤啦。其次嘅基礎係你點樣去融入香港嘅戲班咧？你具備嘅基礎係需要一啲傳統程式上嘅嘢。咁我哋學院其實好幸福嘅，當其時咧又話燕姐啊，又話田哥翻嚟做客席導師咁樣啦，咁教咗我哋一啲傳統嘅戲啦，有洛神啦、春花小六郎啊、桃花湖畔鳳求凰啊，咁就會學到一啲傳統戲就可以同出邊去接軌咧。咁當然咧就都唔夠嘅，真係遠遠都唔夠。但係就即係個心會定啲咯，做譬如話出邊做下欄啊，或者做二部針嘅時候啊，即係大概知道係發生緊乜嘢事，應該要點樣出場啊，鑼鼓係應該要點樣用啊。有做過二部針同埋有做過下欄嘅，呢個係幫你接係即係出邊好多班主或者見到就俾機會你啊，定係有啲咩師兄弟妹介紹你去實踐嘅？都有㗎，都有㗎。師兄弟妹出邊阿邝子伟啦，佢有介紹過我做二部針啦，啊同埋阿希哥又俾個機會我做二部針啦，同埋青苗劇團啊，杜太都有俾個機會我做下欄啊二部針咁樣啦。咁其實時間係唔長嘅，但係我都有接觸入去做咯。喺香港嘅戲班，你又演藝學院嘅學生，咁然後落到戲班，第一個俾你嘅感覺係咪好新鮮啊？其實是很新鮮的，即係佢個嗰個劇團的運作啊，包括台上台下的嘢都是很新鮮的。例如著衫嘅部門啊，又是怎樣去真正自己落咗去戲班就知道嗰個分工啊，分工係跟住每個部門嘅分工，原來同讀書嘅時候係兩碼事。兩碼事嘅，即係譬如話你做下欄呢度點樣出點樣，你要睇提綱咯，同埋要問題搶咯或者係你一啲唔明嘅地方咧，你真係要問討教前輩咯嚇，點樣去做咯。新聞呢，我覺得咧係喺呢一兩年突然間一雷天下響嘅。我不停聽到有人同我講話：阿翠姐，你快啲去睇下梁振文，梁振文嚇。咁我話點解咁多人嚟同我即介紹啊、推介啊咁樣，就引起咗我無窮嘅好奇心啦。我咁八卦，咁啊梗係去睇啦，係嘛？近期有看過阿振文幾次的演出嘅，咁我覺得，他融入得很快喎、例如係唔錯嘅、例如一次他出事嘅，呢個雷鳴金鼓戰家星嘅，嗱咁咧，好開心係一入去，唔係開心見到他甩帽，係好開心見到他甩帽之後的執生的靈活，嗱你自己講下，雷鳴金鼓戰家星是你最近真係擔正。演啊，星哥林家星的戲寶、心情點啊？最初排的時候，心情梗係緊張啦。本身即係短嘅時間咯，因為我同學院唔同啊嘛，出到嚟做學院係真係温室成長的花朵，但係出到嚟咧就真係唔同咧。尤其是你擔文武生添咁重的一台戲，仲要係咁經典的名劇嚇，喺所有觀眾的心目中都已經係一種做法啦，咁你去要駕馭呢一套戲係好大嘅難度噶。咁啊，當然有師傅睇住我啦，俾咗好多意見我，同埋俾到鼓勵我啦嚇。佢課餘嘅時間都會趕落嚟香港同我指導啦，咁俾咗好多信心我噶。
咁至於你頭先講嘅甩帽就真係一個意外啦。三扁嗰場，三扁嗰場一出嚟，落邊花完咗之後，圓台跟住反身一個反身，就係經驗就係好緊要嘅，就係無論你自己嘅穿戴係你認為幾咁實都好，你上到台唔可以真係100%嘅 percent 嘅力去耍出嚟，就係因為咁樣，所以咧頂帽就甩咗。但是呢真的啦，他又真的甩得又靓，他又接得又靓，一甩他就接了，然后很认真地走回入后台，话个师傅保佑，我刚刚接了，没跌了落地，是不是后台很多人已经即刻接住了，即刻抢救了，是担心的嘛，因为这么多动作这一场，所以医生啊、刘炳河姐啊、即是好啊、长哥啊，他们都即刻冲出来帮我去救我啦！其實仲有音樂係啊，樂鼓係未停過㗎，冇停過，冇停過。哇！一路咁樣連住冇停過搶，後邊一路喺度哼哼哼哼哼哼，但係後邊就一路綁綁綁綁綁。我感受到嗰種大家。仲有旺哥咧，旺哥阿啟輝哥哥咧，佢哋即係喺個台度講啲嘢啊，點樣啊，繼續飲酒啦，我哋咁樣，即係唔會冷場咯。係啊，嗰個大家喺即時發生事情嘅執生啦。係係咁。大家嗰、那個團結，快啲等阿振文整好個頭出嚟，哇！嗰種感覺咧，你會唔會覺得係一座又一次嘅温暖？好温暖啊！所以我謝幕嘅時候，我真係當住所有人嘅面，我真係多謝你哋咁樣去包容我，同埋去救我。係咁啊！振文話幸福咧，就唔係淨係話佢成長啦，成長即係老師對佢好啦，係嘛？落到嚟香港，各成個感受。都是帶住一個温暖去不停學嘢啦。咁但係仲有更多更多嘅温暖咧，係發生喺佢身上嘅。咁但係今集咧，我哋時間到啦，大家唔好走開。聽日我繼續同阿振明傾偈下。基當为保破碎山河，哪管得情深？破碎家。纵压下了万众啊，相思更何堪？乱世别。离人强言一那空，热离依泪，沧海桑田，花开。这心头永压住，肩胆我未识一片世事，似离人空间切，牵出范围深一的火，带血砸向虎狼堆。夜伏啊，沉啊，阿芳，愁将善应啊，难逢，只剩得一那和。
情，似水不老友记。尹光闪亮生辉粤曲演唱会演出日期及地点：2023年7月11日，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星级嘉宾郑咏梅。今晚在沙咩错？郑雅琪，妹妹抱怀念，童年了姻缘。邓有银，夜半怀人怜，轻叹绝世痴狂人，我衷心已相见。林心凌。张美凤，梁飞彤，方妹，门票现于城市售票网公开发售，节目查询8111811，星级靓声尽在华星。金曲金童子，叱咤舞台，闪亮绽放。陈浩德《情怀未变半世纪》香港巡回演唱会，2023年7月7日，沙田大会堂演奏厅，门票现于城市售票网公开发售。2023年7月11日，香港大会堂音乐厅，门票现于城市售票网公开发售。星级嘉宾方依琪，吴刚伦，节目查询8111811，星级靓声尽在环星。WSM 环星娱乐成立20周年，一向以非凡音乐、精彩娱乐、创意无限为宗旨，推广音乐不遗余力，多元化音乐及演艺业务，包括实体影音产品销售、线上音乐串流及下载、演唱会制作及海外巡回演出。承先启后，与时并进，打造最强音乐平台。环星娱乐 YouTube 频道订阅人数超过50万，影片观看次数超过6亿，音乐及文化娱乐节目包罗万有。星级靓声演唱厅，戏曲随缘，金曲那些年。Sing to Remember， 艺文馆，音乐旅程，音乐淘宝，唱你所爱，精选巨星歌曲合辑，演唱会线上首播，承蒙各界支持及全球乐迷拥戴，环星娱乐不断向前迈进。星级靓声，尽在环星。